这是向日葵，有向日葵的剧院惊魂。官方推荐的关卡，老大应该会很难吧？只有1779的人过关了，我大嘴一定也可以。小娘子们记得三连支持一下哦。后灰葵虽然没啥用，但是还是要种的。Nice. What? 豌豆射手居然不能升级？完了。坚果墙呢？苏巴拉西，不是吧？豌豆射手不能升级，坚果墙居然变成火龙草了。老大，不出意外，这一次估计要输了。没关系，我大嘴这把多种些火龙草和冰西瓜，我一定会赢。冲呀 ！2000 years later。这一把我一定会赢，这次先种火龙草。